帅哥还是人缘比较好哎。还没菲律宾要骗你，看到两只鸡在边上，他们熊大哦，大家都是吆喝，吼吼吼吼嘞。你注意看，他全部的东西都是真的哦。你还有前菜而已哦。前菜对，还有主菜在后面哦。好吧，拍照，好，快去拍片。好 ，OK。大礼拜一，安不救店，走哈塔熊。